是很欢乐的一首歌，非常适合今天的日子啊。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，今天是星期六。咦，怎么了？没有，还是我这一轮出猫的。你要开始？你很冷静。啊，台上是音响有点问题，是不是 ？OK 吗？好，我们在这个时间做一个聊天。好，那再先处理一下，我们先跟大家聊个天好了。OK 聊天也是，聊天也不是很难啦。对啊，我们算是第一次来新屋这个地方表演，算是。对，然后呢，而且就我们今天下午也还有先去其他地方演出，所以有一些我们的粉丝也是跟着我们，就是跑来了新屋。我们下午是去一个 Uber Eat 的演出，对，然后现在到一个新 Uber Eat。新屋的演出，对，然后呢，刚刚前面也有听到很多非常厉害的歌手们的演出，刚刚那个殷正阳老师的声音就是非常的美声，我觉得你也可以，我也可以吗？对啊，我要再努力。对，然后呢，今天也是看到我们有很多我们粉丝有带着我们毛巾可以举起来挥挥，让我们看看吗？然后我们最近发新专辑了，半熟理想。蛮好听的，还不错。对，大家如果还没有听过的话呢，待会也会唱到几首新专辑里面的歌给大家听。对，好，然后呢，就是接下来呢，我们其实算是还有四首歌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赶快来唱下一首歌吧。OK， 那今天新。